길어진 밤에 안겨내 잔잔했던 하루에 다가온 널 기억해 푸른 새벽 서로의 어두운 마음이 맞닿을 때 모든 게 눈부셨어 어리고 어려서 사랑에 서툴러 우린 끝내 길을 잃고 헤매이다 깬 꿈만 같아 아름다운 너의 빛에 白金龙，那他其实在2016到2020年呢，都有不断的去做参赛，尤其在2019的时候，还有得到我们这个世界烈酒竞赛的这个双金牌奖，还有最佳白酒奖，我们金牌放在后面的那个展示区那边都有，可以去看一下。那他其实就是让他在整个世界上的知名度啊，还有加度，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常看到的一款。那它其实呢，就是度数比较低一点的。那它喝起来的香气呀、啊，还有那个整个味道就没有那么浓郁，非常的清淡哦，像加了水一样的，像加了水的五八、哦。那它其实也是打造给我们这个年轻人啊，还有刚接触高粱酒的人来做饮用的。酒呢，也是在电视上啊比较常看到，它广告打得非常的凶哦。但它呢，其实是给我们这个味丹这一间公司哦来去做销售的。所以在我们后面的福利社那边呢、啊、是买不到蘸酒的哦，要去外面的大卖场啊、家乐福、全联才买得到。我们这边是没有做贩售，先跟各位没有做这个大曲酒系列。那我们的大曲酒呢，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酒厂是采用二蒸二酿的这个方式来制酒的。那我们第一道酿造出来的酒，我们称作为酒头，酒头。那酒头呢，就是浓度最高的那个区间哦，会到七八十度，甚至到九十几度的这个酒度哦。那我们66度这一支呢，就是酒厂里面最高浓度的酒。那因为它是第一道酿造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高粱味啊、谷粱都不太一样。那它呢是采用我们第二道酿造出来的酒，取它中间酒心最精华的部分。那因为它这个区间的酒呢，非常的特殊，非常的香醇哦。那也因为它的量啊比较少一点，因为比较精华、啊，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呢，价值是看到我们有拿一些哦来跟。军方来做承租，在里面放这个高粱酒，用大陶瓮装起来。那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放五年以上的时间才会拿来做这个高粱酒的灌装哦。它会从原本58度左右啊，降到这个56度，经过陈化作用，那它就会让它的高粱酒越陈越香啊，越醇越好喝。所以我们从一般最基本的五年起跳，到八年啊、十二年、十五年，那最高有到22年的都有。那我们的高粱呢，放在瓶子里面，它还会继续不断的陈化，所以每一年喝起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进去的话都会来做。那我们看一下，它就会它的价格啦，因为其实在上面，它有一些是已经是已经绝版的，所以在后面我们的福利社也是买不到的。那它是在上面的福利社。모든게눈부셨어어리고어려서사랑에서둘러우린끝내길을잃고헤매이다 깬 꿈만 같아